不认识，不认识大陆，圈外人，圈外大陆，对啊，台湾。你以后找一个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这个事情。今天有来吗？用找时间就是今天。今天有来吗？今天有来吗？没有来，没有来，没有来。我们待会就在人群里面找。没有，肯定没有来，肯定没有来。不要以为是他，人家有老公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。你之前老顽童突然为什么会想定下来？有事儿啦，再不接怎么接啊？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以后看看要不要生个小屋啊，看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还是想要生？要不然的话就变，当然传宗接代，开玩笑。如果再不生的话，就以后变不是生孩子，是生孙子。哦、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好意外，我以为你不会结婚耶，我只随口问，因为我想说，哎。